但以理书第五章，博沙撒王为他的一千大臣大摆筵席，他和他们一同喝酒。博沙撒喝酒欢畅的时候，下令把他先祖尼布贾尼撒从耶路撒冷圣殿里掠取的金银器皿拿来，好让他和他的大臣、妻妾、妃嫔用这些器皿来喝酒。于是人把从耶路撒冷圣殿里，就是神的殿里掠来的金银器皿拿来。 王和他的大臣、妻妾、妃嫔就用这些器皿来喝酒。他们喝酒，赞美那些用金、银、铜、铁、木、石所做的神。当时，忽然有人手的指头出现在王宫里灯台对面的粉墙上写字。王看见了那只正在写字的手掌，就脸色大变，心意惊慌，两脚无力，双膝彼此相碰。 王大声呼叫，吩咐人把那些用法术的和加勒底人以及占星家都领进来。王对巴比伦的智慧人说：“谁能读这文字，又能向我解释他的意思？”他必身穿紫袍，颈戴金链，在国中掌权，位列第三。于是王所有的智慧人都进来，却不能读那文字，也不能把意思向王说明。 火沙撒王就非常惊慌，脸色大变，他的大臣也都不知所措。太后英王和他的大臣所说的话，就进入宴会的大厅，对王说：“愿王万岁！你的心意不要惊慌，也不要脸色大变。在你国中有一个人，他里面有圣神的灵。你先祖在世的日子，发现这人有卓见、有聪明、有智慧。” 好像神的智慧一样，你先祖尼布贾尼撒王，就是王的先祖，曾立他为术士、用法术的，以及加勒底人和占星家的领袖。这都因为在这但以里里面有美好的灵性，有知识，有聪明，能解梦，释谜语，能解答难题。这人尼布贾尼撒王曾给他起名叫伯提沙撒。 现在可以把但以理召来，他必能解释墙上文字的意思。于是但以理被带到王面前。王问但以理说：“你就是我先王从犹大掳来的犹大人但以理吗？我听说你里面有神的灵，有卓见，有聪明，有高超的智慧。现在智慧人和用法术的都被带到我面前了，我要他们读这文字，把文字的意思向我说明。” 可是他们都不能解释这文字的意思。我听说你能解释异梦，也能解答难题。现在你若能读这文字，把它的意思向我说明，就必身穿紫袍，颈戴金链，在国中掌权，位列第三。但以礼在王面前回答说：“你的礼物可以归你自己，你的赏赐可以归给别人，我却要为王读这文字。” 也要把意思向王说明，王啊，至高的神曾把国位、权势、光荣和威严赐给你先祖尼布贾尼撒，因神所赐给他的权势，各国各族和说各种语言的人都在他面前战惊恐惧。他要杀谁就杀谁，要谁活着谁就可以活着；要提升谁就提升谁，要贬低谁就贬低谁。 但他心高气傲、妄自尊大的时候，就从国位上被赶下来，他的尊荣也被夺去，他被赶逐，离开人群，他的心便如兽心，他和野驴同住，像牛一样吃草，身体被天露滴湿。等到他承认至高的神在世人的国中掌权，他喜欢谁就立谁执掌国权，博沙撒。 你是他的子孙，你虽然知道这一切，你的心仍不谦卑，竟高抬自己，敌对天上的主，使人把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来，你和你的大臣、妻妾、妃嫔用这些器皿喝酒，你又赞美那些不能看见、不能听见、什么都不能知道，用金银铜铁木石所做的神。 却没有把荣耀归给那手中有你的气息和那掌管你一切命途的神，因此，有手从神那里伸出来写了这文字。所写的文字是：米尼米尼提克勒乌法尔辛。这文字的意思是这样：米尼就是神已数算了你国度的年日，使国终止。 提克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上显出你的缺陷，皮勒斯就是你的国要分裂归给马代人和波斯人。于是伯沙萨下令，人就把紫袍给但以理穿上，把金链戴在他的颈上，又宣告他在国中掌权，位列第三。当夜，加勒底人的王伯沙萨被杀，马代人大力乌夺取了加勒底国。 那时他六十二岁。